精密高频焊管机组。由双边机械或气动胀紧上料架，剪切对焊，立式活套，成型焊接主机，冷却水槽，定镜主机，电脑具，落管管道，自动打包机等单元设备组成。首先使用吊车将原料带钢吊装在上料机备用圆盘一侧，圆盘上的支撑杆在人工或气动带动下向外侧张开。工作侧带钢用完后，上料机旋转180度，使备用侧带钢进入工作侧，开始一轮连续工作。剪切对焊机可以对前后两卷带钢首尾进行剪切对齐，自动焊接，保证主机连续生产。钢带进入立式活套，通过冲料装置快速把钢带储存在料笼内，从而使剪切对焊机获得对接钢带的工作时间，确保系统连续工作不停机。料笼内钢带积累到一定圈数后停止冲料，钢带在成型主机拉动下通过出料滚拉出，进入成型主机。成型主机通过浇地安装的平力滚装置将水平带钢逐渐压制成圆形，压制成型的同时也为产品的前行提供动力源。钢带在压制过程中产生无法完全闭合的接缝，通过主机上的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将接缝开口区域加热至融化状态，通过挤压装置使接口融合在一起，融合产生的焊疤经过麦毛刺刨刀清除，丝状废丝由废丝缠绕装置收集。该装置拥有气动快速胀缩功能，能够快速取下缠好的废丝，通过冷却水槽对焊接好的管胚的高温处进行冷却，将温度降至与母材相同温度，以确保成品管材长时间放置后不会变形。粗成型后的焊管进入定镜主机进行精整型，以达到理想的几何形状与尺寸。同时通过变换模具的方式可将粗成型后的圆管变换为方管或异形管。定镜管尾部安装有两组铰直装置，可对成型后的钢管进行在线铰直。电脑具采用电脑程序控制系统，可对成型管进行在线追踪同步，然后加紧，按照要求长度切割管材。通过主机尾部的测速装置将管机速度反馈给电脑具运动控制中心，由运动控制器发出加速跟踪，同步运动，气动加紧，切割进行，切割返回，小车返回等一系列动作。落管滚道可将切断后的钢管加速分离，并按正次平管分拨至不同料框内。该装置传动采用变频电机，可通过变频器调速，拨料采用变频电机与减速机，电脑具在线检测设备联动，实现自动区分正次平管功能。落管管道上拨出的正平管经过自动打包机的动力链条传送，移送至料框前面。自动技术分析将设定数量的钢管逐层堆放至料框内，并将管端推齐，由人工进行捆扎收紧。该设备具有操作简便、节能高效、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，广泛用于生产石油天然气管道、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汽车管材、家具、建筑、园艺护栏等行业。